公路的右方，无边的海洋，我怀疑我的梦想已经变了样。如果你有所期待，很抱歉我会让你失望。摸索着未来却一直回头望，有些放不下，有些不想忘，我知道你会感伤，但我已没有办法。疗伤，总要跌跌撞撞才找到答案。你说我总是荒唐，我承认我是荒唐。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过似美丽时光，顺着海浪，不想未知远方，跟过去做个了断，让我的心去流浪。我要离开这地方。疗伤，总要跌跌撞撞才找到答案。你说我总是荒唐，我承认我是荒唐。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过去美丽时光，顺着海浪，流向未知远方，跟过去做个了断，让我的心去流浪。我要离开这地方，而我三位的合作可以用错综复杂、历尽艰辛、九曲十八难来形容。不过当然了，今天还是合作上了。那我问阿月吧，这个迟到的合作感受如何？我们三个在一起虽然呢、错综复杂，虽然就是阴错阳差，但是呢阴错阳差也差到我们现在这个状态。今天他们的表现是比我好的。对，你们有没有发现看不见哈、还有今天穿了一双亮黄的袜子，海绵宝宝，我刚刚叫他阿月宝宝，就很可爱。我打鼓的习惯就是我不穿鞋，那多了
鞋子的厚度，我可能就是短时间之内就是不能适应。嗯，给我们讲讲这首歌好吗？我们知道《公路》这首歌是当时纵贯线的时候您自己创作的，对，是由您自己的一段故事，对吗？对，那个时候跟三位大哥就在讨论了，我们的想法一开始就是要去做一个很长的旅程，跑很多城市，我们都在路上嘛，那我就写一首《公路》，然后大家都可以唱，很开心啦。就是说三位大哥就是给我这个小弟就是那么大的空间可以去创作这首歌曲。纵贯线也十年了，然后再回头看自己的话，那这十年的确有成长，但是在那个时候跟三位大哥真的是学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不管是在做人啊或者在音乐创作啊。对，嗯，杰兄今天的表演带的乐器也很特别，这个是我定做的电琵琶，上面还有我的名字。那一天他拿过来的时候，我也没跟他打招呼，我直接去看那个琴。来，我们掌声再次谢谢他们，谢谢三位，谢谢老师这么的坚决。就我组个乐队，我想找个跟我反差大的。你想争夺的是周杰琼？我跟你说，我刚刚就想带你。那你现在两人选一个。我不改了。哎，都错过了。祝贺三位组队成功！谢谢啦，哎呦，谢谢谢谢谢谢。拜拜，阿月，祝你快乐。当然不希望分开。我们俩一对儿，看谁要加入我们。我，啊，你拒绝了我。那行，可能是因为我拒绝了他吧。一个乐队派一个人，我派他。阿月，阿月出来，杰琼出来。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三个人就是相爱相杀。你不要我，最后我还是来了。对对对对。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对吧？缘分就是缘分，对对对，命中注定，命中注定，对对对，无法拆开。玩乐队不就这样吗？拆开了又在一起，这样。对，咱仨得在一块来一次。所以你不觉得很有趣吗？这是一个，你知道造化了。